Hello， 大家好，我小学。今天小学给大家带来一双匹克的啊实战球鞋。这一双鞋啊，颜值真的是非常不错。你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的一个配色。那么它是一个高帮的一个鞋舌一体成型，对这种脚的一个包裹性还是不错。在鞋舌上啊也有一个 logo， 细节之处。鞋面相对于这种啊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啊。同时这种啊虎筋这种质感真皮鞋面相当 OK， 透气性可能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它的一个厚重的一个中底啊，让整个鞋子重量可能会偏重一点点，不过它的这种减震性和啊抓地力的话是非常好。当然这个的话看每个人的一个选择。那么它鞋头和鞋带处和后跟都提到的这种啊采用头皮真皮的一个质感融入啊，刺绣提升了它整双鞋的一个这种啊品质感。那么你在球场上跑步的一个过程中啊，提供了这种运动的一个恰当好处，回弹与支撑，那么也是啊做得非常的不错。那么它发售的话也有啊两年多啊，橡胶的一个中底啊，在这种啊增高的一个鞋底啊，还是做得不错的。如果喜欢，还是可以直接去入手的这双鞋。